那我的需求就是上面反正可以哈，上面可以打电，可以直接输入之后上面可以秀哈，可以秀我要秀的东西哈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比如我点一，它上面要写一二三四五六啊，这样类似像这样。那当然你也可以清除了哈，不过清除的话有什么几种方式啊？当然你清除的话，直接给就是后面清掉，不过这个比较不合理。一般清除按清除是可能就有点像类似 backspace。你按一下清除，我如果需求这样，按一个清除就清一个字，按一个清除就清一个字，啊、哦，那最后的话，当然你会发现了，清掉到这里为止，就不能再清了，不能说哎这个字前面都把它清掉了，所以这个逻辑上面要怎么去思考呢？哈、哦，第一个我要怎么样可以这个 backspace 的清除，OK，哦，那这里我想这个观念是 Java 的观念。在 Java 里面如何做字串的处理？好，那字串处理里面的话，哈，它有一个方法，字串里面有个方法叫 substring 啊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substring？ 这个 substring 的话，就是说你要切字串，你要从第几个字切到哪一个字，就留下来，就是最后要秀的哈，这个地方 substring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说判断，如果这个字串呢，它如果已经怎么样，已经小于五个字的。你就不要再去清了，不然会清到它上面前面的这个标签。那这个地方的逻辑该怎么写啊？这里我想我们继续来看一下。啊，前面我想这个应该都一样啊，所以哈，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事件，有没有？所以前面写法都一样，只是增加了这后面几个。好，然后连接也是一样啊，特别是你连接的时候，有些同学很喜欢用 Ctrl+C、Ctrl+V，但是没有去检查，改了前面没有改后面，那这样一定。要问我说怎么这有没有什么问？那一看就知道前面改了，后面没改啊，不够细心。那后面的话就是都一样的，那只是最后面的这个地方不一样，就是说在 be clear 这个地方也是 on click listen 的。那这里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哦？我想方法大概我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哈，我们来第一个也是一样取得里面的字，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哈？里面现在我要按清除的，我先把里面的字抓出来。那抓出来之后做什么事呢？抓出来之后的话呢，哈，再把它丢回去。所以这地方的话，哈，就是把里面，比如说我今天一二三好了，我抓过来的话，我要清掉三，有没有？所以这地方的话，实际上我的需求是按一下这个一个清除之后的话，把三这个字滴掉。这个逻辑应该可以懂。可是问题要怎么做？第一个的话，我先把这原来的字串先抓回来，放在 S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再把它丢回去。那丢回去，写法的话就是什么？TST show 点什么呢？本来是 get 对不对？变成 set 点什么呢？set test。那 set test 里面的话呢，哈，我要放什么东西呢？哦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哈，括弧啊，这个 test 特别注意，就是说这个字里面呢，我要的就是说把最后一个字清掉，最后一个字清掉哈，特别重要。那最后一个字怎么清掉呢？实际上就是，我可以用一个 substring 的方法，抓的位置就从第零个字，特别是它一，其实字串呢是一个阵列的模拟啦，所以呢它的位置是从零开始，一直到哪里呢？到它总长度怎么样呢？减掉一个，有没有？这样的话减掉一个之后的话，抓回来的就会是前面的这个字串。好，这个逻辑我想各位可以再思考一下。那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我用那个 S 打一个 S，点下去之后，它有个 S 这个类别，S 类别里，String 类别里面有个叫 Substring，你就打一个 Sub，有没有？打一个 SU 哈，这边就出现了 Substring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它这边有相关的提示的。我觉得 Eclipse 的真的优点就是说哈，它的开发环境都会有提示。那你可以看一下参数是。从 start 到最后结束取字串，OK，那我们就取这一个，有没有？它 start 从第几个？第零个，因为呢阵列是从编号从零开始，OK，一定从那到哪里呢？到 end 特别注意是，我们用我怎么知道这个字串的长度为多少？那就是 s 点，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叫 length。这个 length 指的就是说哈，这个字串总共呢有几个，也字串的长度为多少了？OK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字串的长度怎么样，再减掉一个，把它写回去。OK，这样的话，在
也就是说，重点就是说从第几个，从第零个到哪里呢？到总长度再减掉一。那这样子来 run 的话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基本上呢，把它执行出去之后的话，那你在点它之后的话，它就会怎么样呢？它就会有清除的动作了。OK， 那这个地方重新 compile 了，清除，先不要，先点一，然后清除，清除，清除，那会不会再清除了？这个其实重新砍拍了，应该，不过、理论上啊，我这边好像应该他没有重新砍拍了哈，好像也是旧的。理论上再按清除，他会怎样把这个给清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还在判断什么？如果他的这个地方还要多判断一个，就是说判断什么呢？如果哈、这个字串长度逻辑的话是小括弧嘛，再给个大括弧 ，OK。如果什么呢？什么逻辑 S 点什么呢？点 vex， 就是说呢，我的这个字串的长度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电话号码里面有几个字，如果有五个字的话，如果有五个字的话，就是小于或等于五的时候呢，就不要继续跑了。但是如果大于五的话，再去删掉啊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我多写一个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 vex 啊，它怎么样呢？它大于五的情况底下。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条件超过五个字以上，我再去怎样执行这个动作；反之的话，我就不执行。哦，应该了解这个逻辑吧？就是五个字才去删。如果它等于五或小于五的话，那就要不要删？就不删。所以包一个这个逻辑的话，可以避免什么？避免就是说，你按下这个动作，它清掉前面的部分。哦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一二三清掉这三个之后。再按清除，它就不会再清掉冒号了。否则，如果你没有包这个判断的话，它会怎么样？会继续清，因为这个地方写出来就 substring， 反正几个字就减掉一个就对了。哦，所以这包一个。那我想各位、可以参考一下，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的逻辑。那这个地方的话、你们可以在我这个多按钮里面哦，这个后面有程式码哦，这个不过哦，这个太小，你按。往前推了，你可以往前推，在这里往前推。我的写法啊，这个是旧的写法，有没有？原来是这样的写法。那你再看下一页啊，就这个，我刚刚写的在这里啊，所以各位参考一下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这个是比较是属于 Java 的哈，这个写法哈，所以实际上我讲过，在 Android 跟 Java 基本上哈，其实学习 Android 就等于 学 Java， 所以你 Java 底子不好的同学恐怕你这个 Android 也会面临很多问题。